黄金汤米粉，好扎味哦。剪开，哦，这里面材料都有了，倒进来。我们先把黄金汤放下去，把它盖起来，开火煮滚8分钟，让它味道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滚喽。哇，我们现在只要再把米粉加进来就好了。这简单嘛。这个比较难。哇。